死里逃生的十位明星，一位比一位命大。第一位李连杰，曾大小便失禁，差点死在高原。第二位胡歌，2006年的一场车祸，中风140针，抢救6小时。第三位李荣浩，20岁时遭遇重大车祸，差点丧命。第四位郑希怡，摔倒在山坡上，被树枝插入背部，颈椎也移位。第五位何洁，撞上大卡车抢救，被缝了20多针。第六位林志颖，出车祸车子燃起，被大火救出，与死亡仅差5秒。第七位潘粤明，开车发生意外掉悬崖，肺部破裂。第八位成龙，从树上掉下，浑身是血。第九位于浩明，拍戏意外爆炸，全身需要被植皮。第十位张云雷，10米高台坠落导致粉碎性骨折，